受精卵慢慢分裂细胞，最后成为胚胎，这就是生命的起源。位在竹北的艾维福国际生殖医学中心，拥有和美国同步的世界级医疗水平，要帮助繁忙操劳、受到不孕症困扰的家庭实现拥有孩子的梦想。我们也引进了三项美国世界最顶尖的生殖医学技术，第一就是玻璃化快速卵子冷冻技术，第二项就是 PGS 胚胎着床前的基因筛选，第三项也是最新的叫做 ERA 叫做子宫内膜接受度的测验。艾维福生殖医学中心成立近一年，怀孕率高达 78.8%， 等于是十对夫妻求子有八对可以成功拥有新生命，堪称全台第一。邱县长也亲自颁赠新竹之光给这位让许多家庭怀上孩子的送子鸟黄宇仁博士，除了协助改善少子化、生育率下降等问题，更造福了海峡两岸想要拥有孩子的家庭，完成幸福蓝图。非常高兴能够借用我们艾维福他们生殖医学中心这套的各方面的宣传，能够结合我们 ICF 国际智慧城市，所以我们也把它列为重要的点。整合生医生技，新竹县汇聚国际医学人才，除了拥有先进医疗技术，艾维福也建立医化三方视讯系统，及时连线美国史丹佛生殖医学中心，这样完善的平台媒合、先进的技术引导，就是给予民众便利、舒适、智慧生活的最佳例证。县府也将持续和产官学研医携手合作，朝智慧城市的目标迈进。